可以可以可以。在你调音的过程当中，让我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我们的双宝贝的近况。双宝贝的近况就是我们正在准备，年底一定要发行的新专辑。我觉得其实拿到补助案还蛮好的，对我们团来说，因为我们团是一个动作很慢的乐团。那既然拿到补助案了，政府就会勒令说你几号之前你要发，不然就要赔钱。我想为了这件事情，大家应该会比较那个动作快一点。有人有卫生纸吗？没关系啊。没关系吗？没关系。我喜欢流汗。这首歌希望大家可以拿出下午的热情，跟着我们一起落客国一下。嗯，